忍一下，啊，痛啊！除了这药酒，啊，就可以了。没办法了，必须要用力一点涂，不涂的话就药酒渗不了里面去，它就不好了。这个药酒就是消肿止痛的，知道没有？哦，谢谢。哎呀，痛也要忍着啊，忍着。大白天的，有情况我做的生意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我得去。 找大头告诉他老公，你看这声音又不是他老公的声音，喂，大头，哇塞，你打我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情啊？你这头顶都快一片绿了，我跟你说。不说，我昨天才养了爸，怎么一片绿啊？哎呀，你说吧，你家里面，我听到你老婆在那里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哎，她今天姨妈来，她有点痛，正常的。那有男人声音哦。 走！有男人声音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跟你说啊，平常你在村头村尾里面哔哩吧啦，我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今天居然把窑照到我大头的顶上来，想回去看一下，我是不是造谣的？我亲眼听到的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我顶着这片绿青青草原。跟你说啊，我平常也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不要造我谣。 我是亲眼听到吗？嗯，有没有亲眼看到？你回去看嘛，我又推不开那个门。哎呀，这是小天庭，这个事情事关紧要，这可大可小，你要是造谣的话，这个不得了了。要是真的话，你那个是不是真的？回去看了，快点，现在人家都跑了，哎呀，你回去就抓不到了，快点。 你不要到处乱说啊！千万先不要到处乱说，等我先看看什么情况下啊。记得啊，真的。有好事，谢谢。忍着忍着，你听着，我刚才说了，你走。干嘛？干嘛？挥手。你是谁？哎，妹夫。干嘛了你啊？那么冲动啊？你们在干嘛？说你们在干嘛？你看，还用说吗？ 还用说吗？啊，你看老婆的脚，哎呀，哎呀，肿成什么样子了？那么大一个包，哎呀，没看见吗？这怎么肿成这样子啊？那怎么你突然间就跑回来了？啊？你这死鬼跑哪去啊？我，哎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脚怎么成这样的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应该还要怪罪在你头上吧？还怨我啊？不怨你啊？哎，今天你叫你老婆干什么事去了？ 喂猪，喂猪怎么把这个脚扭到了？可能那个脂分太重了。你这家伙一天到晚就去搬弄是非，哎呀，家里面的猪从来不会喂的。哎呀，我劝你回来也不是让你帮我分担点活干啊。哦，所以我这个赤脚医生，你啊，这个姐夫我经过你到你们村去啊走访，刚好看见这个啊妹夫。 不是你的这个啊，小姨子啊，给我脚拐到了，我跟了背了回来，啊，涂了一点药酒，哎呀，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啊？你啊，这真误会姐夫，刚才那个大嘴瓶，他说你们两个在这个我们房子里面咿呀啊的叫了，声音太那个了，他以为你们两个在干嘛，他跟我一说，我也以为你们在干嘛，然后呢，我就一时冲动，头脑迷糊了，就，哼。 发生了那么尴尬的事情，姐夫，原来老婆你真的是拐到脚了，差一点就脱臼了。那不是刚刚差点被那些猪给踩死了，要不是姐夫经过啊，你现在都没有老婆喽。哎，那不是啊，你这个是的，几百条猪在里面了，你差一点拱到那边去了。你这姐夫拼的是，不过你也是真的。 人家人高马大的，怎么干的？我也没还好意思说要责怪你老婆啊！这个子都比我高的，啊，高又怎么样啊？你去哪里的？啊，你那么有空，你不喂猪，你叫你老婆那么喂猪，你不怜香惜玉一下啊？你老婆长得亭亭玉立啊，那么美貌，天天煞房一样，你不懂得爱护，不说了啊！你现在要怪罪起来。 哎呀，你真有妹夫啊！要教训你哦，还有姐夫啊，批评的是
哎呀，我就应该连声去把你宠在家里边了，不要让你干活了。大家中国姐，总结中国人是你还想要的干活。哎，老婆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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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。你连这种妹夫都有了啊？哎，你老婆啊，真是差错人了，我怎样啊？差错人了，嫁错人了，真是。刚才都认错啦，哎呀，明明就嫁错人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本来今天不会受人做过事了，如果你也去喂猪的话，他不会说扭到脚吗？啊？粗活重活应该是男人做的，不能一天到晚出去跑到外面去吹牛聊天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留着这个重活粗活给老婆干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认错了，认错了，错了，原来我还娶了一个那么能干的老婆。哎，老婆，我错了。以后呢，你在家里面就好好的啊，当着吃喝的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然后呢，剩下的活我来干。对了，就这样对了啊，男人赚钱，女人花，以后啊，对对对，养大头，坐下坐下。别人就是看到我们夫妻感情好，在家里面我什么事也帮你担当，所以人家就眼红，想拆散我们。那不是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老婆那么能干，为你家遮风挡雨，不，她嫁过来你们之后，你家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又盖了洋房，又买了车，哎，人家都眼红啊！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大嘴皮，哎呀，不能总是怪人家，这怪你自己，以后粗活重活，家里面的所有活你一个人承包了，你老婆以后会受伤的啊！好，我见到大嘴皮，我要揍他一顿，真的是的。还有，不要疑心那么重。你老婆我是那种人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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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那种人，我会嫁给你吗？我知道你是好女人，我姐夫也是一个好医生。哎呀，姐夫，你看是正人君子来的，哎，生的不关饮食歪的，哎呀，哎，姐夫，哎呀，姐夫一贯传承这个救死扶伤的精神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能帮就帮，嗯，差一点，哎，想不到今天帮了你，差一点就误会了，气死我了！哎，姐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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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回去了，不说。哎呀，姐夫，姐夫，吃完饭回去。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今天接触妹夫，我这个一时脑子冲动误会姐夫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必须要留下我们家里面吃饭，让我这个妹夫做过饭给你吃，喝杯酒，杀个鸡，杀个鸭。当着道歉，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这这种事如果传出去的话，我一点脸面都没有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马上到外面去澄清，好不好？啊、不用澄了，姐夫，这种清酒是清，那越澄越等下越滚。姐夫，姐夫，好好很多了哇、啊，好很多了，对，好很多，不痛了吧？哎呦，真的好很多了，你好厉害哇、哦！哎呀，姐夫，这有那么多的医生，那么多的医生，哎、你要做一点小事，妙手回春。哎，姐夫，坐下，坐下。我去杀鸡。哎呀，你这个脚还没好，好了很多了。你帮我再把它那个弄好点，我到外面去买一只啊那个烧鹅回来，还有那个狗肉。羊肉，不能吃那种东西。不用了，那种东西不要吃狗肉、羊肉，是是是，那是有灵性的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啊，以后要戒掉啊。啊，好好，那买点牛肉吧。行行，那你先帮我老婆看看，我去啊。啊，好，小小姐，坐坐，看看，好很多了。你看，哎，被那个猪了拱一下，哎呀，好白菜都被猪拱了，哎呀，哎，不演这个样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辛苦你了，姐夫，啊，辛苦你了。OK 了。